明星空耳有多搞笑？什么？有点乱，我们听不清。喝水，喝水，喝水。这衣服好看吗？喝水。这衣服我设计的。喝水。啊？不行，我里边没衣服了，不下雪了吧？无限续不忙的时候去治治耳朵吧。那我们在拍戏时有什么趣事可以分享一下吗？谁去世了？宋茜凭一己之力成功带片抢新。杨宇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杨宇在哪里？小新在这里。杨宇在哪？杨宇在哪？杨宇在这里。汪苏泷和王彦霖一起去买菜，老板却提出无理要求。要亲一下，对，亲一下。为什么要亲一下？亲一下，亲，亲什么玩意儿？哦，撑一下，啊，撑一下。啊，哎。空耳还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。来，程程，三二一。张伟，张伟，张伟，张伟。张伟。谁是张伟？张小伟。张小伟。张小伟。张伟以前确实叫张蕊，是不是？他说的是张伟。张伟。何老师认真做饭，谢娜却愉快吗？相当愉快。相当快是吧？啊，因为我饿了。我一问我愉快吗？我说很愉快。现在在做菜，我问你愉不愉快？我就是问你的鱼能不能很快。